有大哥说5000块钱让我给他找一只春彩手镯，说要送给他的老婆。台风天你待在家里不好吗？5000块的春彩怎么找啊？见不见人马上到了，赶紧去啦！你不是要找手镯的吗？咦，他惹我吃饭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来，坐在吃饭。今天有那个猪嘴炖那个黄豆，然后还有那个鸡腿。来都来了，我也要一起去。你是不客气了，你要什么事？你怎么说？胖哥，这条手镯漏了吧？咱2万9了，别2万9千8了，买不了，没那么多意思。你怎么冒汗了？辣，你怎么那么多汗啊？掉水里面了？就是刚刚那个台风太大了，然后把我给刮走了，你知道吗？辛苦啊！一百我吃顿饭辛苦啊！不辛苦，你给我落了吧。这条，它没有那么多色，而且是淡淡的唇彩啊，圈口又小。谁能戴得了？你肯定戴不了，是不是？都润呐！哎呀，你放个5、6的手镯戴不住，都像铜锅的。那你多少钱？1万9千8吧，给你漏了。3000吧。你开玩笑，3000？一口价10001块。10001块。10001。喂喂喂喂喂！慢慢吃，慢慢吃。不是，塞牙缝了。我连牙缝都塞不满，你能不能给我便宜一点？不要什么万里挑一了啦，3000我在网上提。6800，没事。我全部都给你了。放下左手，好好吃饭了。哎，我全部都给你了。是，没有六千八。遇见你大嗓门了，我天！全部都给你5000，全家吃。真的吗？给他弄个礼物。哎呀，天！干杯！好，干杯。夏天的夜，想见的界限。